戏来人生路，戏歌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下斗阵的时间准时加张力，斗阵来看戏。今日咱要继续来看歌戏新话剧《吕洞宾戏白牡丹》。王母娘娘马上要庆祝这个寿诞，蓬莱仙岛的八仙加黄玲皆要去甲王母娘娘拜寿，众位花仙子也来献舞敬酒。黄玲啊，就看中了美貌的牡丹仙子，伊就趁牡丹仙子去挽仙桃的时阵，走去找牡丹，表明家己爱伊。牡丹唔同意，黄玲啊特别硬来，好在在福官来吕洞宾及时的阻止。吕洞宾其实也非常介意这个牡丹仙子，伊也大胆向这个牡丹表明了家己的心意。牡丹并无拒绝，啊，搁这个时阵，王母娘娘也来了。原来是这个黄玲家己得未到牡丹仙子，转去请来王母娘娘。王母娘娘一生气，就罚这个吕洞宾面壁思过三年。那另外一边，将这个牡丹贬下凡间。牡丹出世在名医白富贵的厝内，自细汉就跟着老爸上山去挽腰行医，救治这个艰苦的百姓。时间过得真紧，牡丹啊大汉成人，安尼在凡间的伊，佮拄着什么款的代志？黄玲阁有吕洞宾，是不是来到凡间找伊？伊又会怎样的来应对？我唔加讲，精彩好戏，咱斗阵来看。
一个人搬山越岭，叫你阿爹我以心何忍？阿爹，那无啊，你就收一个小会计，女子也好通做一个伴。对，收一个真灵的小丫头也好。啊，不过如今女子年已极丁，也该找一个保家了。阿爹。姊妹，伺候爹爹一世人。女你真乖，暗过阿爹我，怎能拖累你的忠心？阿爹，女子你自然是有爹，但我愿意为阿爹。好好好。不过，咱就招一个女婿进门，啊，你讲好啊不好啊？我崔美玲，别好老弟，你有听见了吗？无当啊，无当，终于啊，予咱兄弟找到了。怪不得你安大仙，想甲未食未困，这爸母单生这可怜，一晒天仙啊！哎呀，我讲抓行啊！你也莫在这地高神高家爷起来，搁较水，嘛无你的份。赶紧禀报大仙娘上这事。对，紧去阿娘。呀。无胆无气喽，速报大仙在。
在西家村，那么三年何所幸？不该心想求情分。千里的修啊I'm sorry.
够忝，人阮姊姊啊嫌吵出去闪，你老人家啊赶紧入去休困，只有点啊，要是让阮来过。好好好，啊，这药店让你过，老伙仔入来内面休困休困的吼。哦，
官拢有阮甲伊陪伴服侍，犹阁一心伫孝顺迄个爸母丹。对啊，我著来设计，予伊男主官，叫伊乖乖随我回庐山。
一种信仰，藏在时光的深处。你在家里找到的是抗美援朝的见证。有一种信仰，值得去不断追寻。我们要挑战用说唱的方式创作一个新作品。有一种信仰，鼓舞着你不断前行。我是我，强国有我，青春是我，奋斗是我，不辜负党的期望，人民期待，民族中国。向下生根，向上开花，传承红色基因，强国复兴有我。是名满天下的牡丹，老家真正是牡丹啦！哎呀，看开牡丹啊，变幻间，五五形拢交变啊，牡丹我真见过面。这个老是白牡丹，
用叫恁姐有对吗？都是你叫的啦。误会，误会，小心我是专门来吃公亲的啊！哦，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我甲魏公主啊，久仰牡丹姑娘的芳名，今日是特地前来提亲的哦。姐姐啊，你千万唔通答应，这个人的身上哦，那臭味是超重的哦。呀呸！抓龙棍变好将，将这个丑丫头拖落去医馆，打打打！什么？您既然是前来提亲，为何要怕人？这您到底是什么人？贤主啊，小姐，难道你连我也未认得了吗？我是魏良啊。魏娘，正是想当年在王母娘娘寿宴之上，你我曾经有一段情缘。今日我是专程来找你，重温过往啊！牡丹只是一个平凡女子，哪曾富贵什么王母娘娘寿宴？公主，你认错了人了，真是白日的讲鬼话哦！小姐，你再好好想一想，想当年咱在蟠桃会来亲密连连，是因你当兵中中弹药，你将必变天干。
回罗山必抓动拜登行亲。且慢，既是要带你下聘，就该选一个临时吉人。哦，对对对嘛，这婚姻大事拢都爱照礼数，照礼数嘛。那你讲要什么时阵？啊，现主今时六月，安尼偌久要写？我哩想，我哩想，就算在八月十五吧。啊，对对对，八月十五，好好过年，好时好时。八月十五，好，那阮就八月十五再来，行。看，这边有人来了，替我撇一瓶，光看就是。
将将将修罗神刘家，原来是修罗大仙，你当朋友你啦。我有急事要前往皇宫，请你高抬贵手，让我通过。主了，我是天定之，输也不住足足通往。郭靖，郭靖，那就休怪本仙无礼啦！呸！性命，我收你为徒，随我一同下凡，你想怎样啊？这，对啦，听讲凡间景色真水，生命最秀，不如我就收这个大仙到凡间佚佗一番啊！师傅在上，就多谢我一拜。便利，时间无早，一同前往。是。看到这，白牡丹为了不让黄莺莺祸害百姓，不得不答应伊的求婚。那卢洞宾也找来了，伊是不是有放搁一摆的帮助这个白牡丹？伊又会怎样来戏白牡丹？想要了解接下来剧情的发展，观众朋友会记得明仔日中午。